荷美玛萨鲁教会为2002年到今嘛，已经帮助了上百个原住民家庭，是北中华地区重要原住民教会。但是这个帮助这么多人的教会，却一直无一旦固定落来据点。后来教会真无简单的宗旨，2016年开始兴建中途之家，嘛一度因为经费不足来停工。加在伫一位林荣威医师的协助之下，中华南区扶轮社等等侪个民间团体投入人力甲经费，马萨鲁家园总算落成完工。林荣威医师表示，高牧师帮助人的精神绝对是无私的。这十多年来，高牧师甚至连一张眠床拢无。伊甘愿困涂骹，甲钱省落来来帮助别人。我们发现他的异性是让人家很觉得很赞叹跟不可思议的。十几年来，他是没有睡床铺的，他都睡在地铺。他照顾了100多个孩子，这些孩子都是家里身心受创的，有受虐的，有家暴的，都有，有性侵的都有。这些异性没有让大家知道，但是他陷入困境。这个教会那时候他们来的时候已经延一年了，在没有赶快有一些社会的力量来帮助，这个会变成废墟的。国际扶轮社3462区总监黄金玲表示，对马萨鲁教会的援助，唔那袂因为教会落成来停止，甚至会引进国际基金来协助伊。那我们看到，彰化南区扶轮社为这个马萨鲁这个新的宅注入了差不多有快一年半的时间哦。我们前社除了社长，前社都在人力物力上不断的投入哦。那我们不只是我们彰化南区扶轮社而已，我们的二之一分区各社，他们也投入各方面的资源来帮助这个马萨路这个新筑的落成哦。起初在实在是没有办法承担这些的经费的状态之下，认识了林荣威林医师。陆陆续续又引那些扶轮社啊，还有许多的慈善机构来认识我们，来协助我们，才能够有今天盖到这个一二楼宿舍都完整。所以现在原本住我家的那些孩子都已经陆陆续续住进来住了。就像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南投的，他的孩子发生了状况，在加护病房2个多礼拜，他的家人没有地方住，我就跟他说，不然你先暂时住我们这边。所以他们住我们这个地方2个多礼拜，所以他们今天的午餐是他们贡献的，他们感恩感谢，所以有这么好的地方可以让他们住。所以这就是我的梦想，就是要帮助我们原住民，在都会里面需要帮助的，我们就要伸出我的双手来，尽到我最大的努力来协助他们。这栋马萨鲁教会新建家园落成启用了后，将会当协助更加侪需要帮助的民众，让因在拄到困难的时阵有一个会使住的所在。新中华新闻里面，洪和美采访报道。